阿龙开撞会客篇 Part 7。你来，你要上好调身体。食药你免惊讲吼，药你未准时吃，可能未舒服，咱就请一个看护呢。时间到，迄主管就咧展示同样，咔咔咔，来2345，来食药啊！我们去会客，看到自己的朋友、自己的家属，我们就会很嗨。他直接跑过来换位置，管理员就讲不行，换回来。屡劝不听，取消你的会客权，麻烦出去了。今麦我讲说对不对？咱来看家己兄弟啊，咱来闭一个，安尼，等下再个闭一个。伊唔知当作后日要过来哦，无啦，我是讲咱家己的啦，不是后日要过来啦，一早都喊唔到。他会客窗，他会会客时间到了，他会开门，讲完了会关门。可是有的没有那个铁门，很多几乎都有铁门，有的是没铁门，就是犯人都做好了，家属才一个一个进去，你就看到受刑人。有一种是我们先做，受刑人再过来。啊，受刑人有时候会提早到铁门，假设有铁门的情况之下，铁门是不是关着？为什么会等了一会儿才会开铁门？受刑人做完之后，你记得那个菜，热炒的菜，他会放在受刑人旁边，然后主管来就叫你签名，你就会看到谁了嘛？哦、啊，记什么菜？签名那个邓基博，邓完主管按一号窗口到十号窗口好了之后收完之后才开铁门，所以为什么家属在外面会等了一会儿，是等这个东西的。啊，那时候我们就签完了，我们就在那边等着嘞。不管是受刑人还是家属，每个人都有一种心态上，比如说我是受刑人，我就在那边等，就很开心。尤其看到喜欢的人来，或者看到爸爸妈妈，你会等。哎，铁门开的时候，其实当下。心会酸酸，会痛痛的，尤其没有关过的人，赶紧去关的时候，看到那个沙浪铁门打开的时候，看他一笑脸，扎背当啷一道，噔，哇 ，Quickie， 看到你很难过，还是少一次我要出关了，尤其是看完的时候很不舍，然后家属跟受刑都会跟着你这样，跟着铁门一直下来。我为什么说15分钟或者是20分钟的会客，受刑人都会把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要讲很多话，他会在15分钟、20分钟最快速度把它讲完。包括加八回，除非你跟这个人已经没有什么互动，你哪边恭喜啊？可不可以提早离开？当然可以啊。有人会客15分钟、20分钟，他只讲5分钟，讲哎，好啦，给你看一下好啦，我先来走。啊，你就跟主管讲，主管就开门，先我你出去。啊，受刑人坐啊，看笑的坐嘞，当然会客会耍，但是有的干嘛是也叫你。向后转，背对着那个会客窗。啊，有的主管不会，不在瞄。啊，你搞手照啊，你就坐在那边，等到时间到。啊，有的主管会叫你向后转，一般都叫你向后转比较多啦。甚至有的高度管理的决定会怎么样？受刑人坐到会客窗的时候，还没有开闸门的时候，全部都向后转。闸门开的时候，你才能够转过来。有的高度管理会这样子，转过来看到你的家属。真的很像军队管理。我说过高度管理一般都会这样子，你讲中度低度的其实人还好啦，其实我就觉得不需要做那样子的动作了，为什么啊都进去关了自然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不管今天受刑人在里头，他在等待家属开闸门的时候，你会先看到你的会客菜，你会有一个单子，大概是这么大张的单子。为什么我们会客都要写一个3年单？记什么菜？谁记得啊？在哪里买什么菜？什么菜？那个写那个放进去，就是要给受刑人签名跟盖章的。那之后就会拿一连，撕一连放在你的菜里面。那主管就拿一连走啊，一连就是给家属，总共叫做3年单。好，对。我有个问题，佩安娜，会客的时候啊，因为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是，那我可不可以透过那个会客窗，然后滑手机给里面的受刑？不行，看，不行，你拿手机，基本上到那边的时候，主管都叫你把手机关机，手机不能拿出来。但是谁会关机啊？对啊。有的人为什么会偷偷的拍相片？就主管没看到，偷偷拿起来拍一下。可是你要是被抓到，他就请你出去了。可是要看单位，有的像好，例如台钢、太原、太原技训所，他是山上跟山下，手机都在山下，已经先把你保管箱先保管起来了。你不能带任何的东西上去，放着，能带着菜上去就好了。不要说带在身上不拿出来。你可以进会客室，不是，是你还没有进会客室的时候，你要在那个山下的那个管理室，手机就要先要交出去，然后有钥匙锁起来，钥匙带在手上。等你会客完出来之后，再来开那个置物箱拿你的手机。
因为那边寄信所很大，有分山上跟山下啊，有的受刑人从山上这样带下来，为什么去他人寄信所会客的时候，家属在那边要等到看到你的朋友跟家属，一等那么单，半点钟以上，一点钟以来拢有呢。因为他从山上带下来很高，那主管就要各个工厂慢慢带，慢慢走路，慢慢走路，加下来拢贵点嘛，很久。对。所以为什么你要赶着第几班次、第几梯次去？为什么时间的问题？啊，你也等很久啊！啊，你最好是在他吃饭之前去，你不要一定假不看看他叫来会客，等去同学假不留点回客菜，有啦，中午去看，留到晚上吃就好了。只不过人都在假饭，人个特别拿你的饭菜就废弃的啦。尽量较早去甲看，看下等于甲这回客菜提去工厂，啊，拄好你好食中头，大家做伙食。啊、所以朋友是父母亲去甲恁囝，是甲恁朋友回去的时候，你也查这个没家己食啊？你无在中道食饭去呢？食饭去时，你若讲伊长老了安尼，还人带来，佮带到去时，人中道食饭食饱食煞，然后留你饭菜，留恁去的饭菜啊！啊，你回去的菜要安怎？那可能一个人食啊？对啊。无你第一，你咪使面皮甲夹较厚的，家己食就好。哦。袂是袂使安尼啦，因咱有当时咱无回去，别人回去，咱嘛是食别人的菜，同款意思嘛，有来有去。所以尽量在吃饭前赶快去会客完。让他带到工厂去的时候，刚好互中岛互暗等加饭多好加菜的。对、啊、不我不能带吉他进去弹吉他唱歌、啊。当然不行啊！你动作这是木船有啦，带吉他进去，这弹吉他给他听，没啦，对不对？情歌。我是曾经看过那个女朋友啦，去看她男朋友的时候，坐小隔壁啊，然后一个知名人士啦。那卖公像了，哎、啊，那女朋友真水，什么情歌就辣就水了，而且还唱歌给男朋友听。真的假的？真的有啊？应该是歌星是？嗯，就类似啦。为什么我会知道？唱歌的时候，那个男的在电话里面这边打拍。真的假的？这样打拍。我看董卓秀，我躲个我那个看一下，看完那个我看小姐哦，啊，就女孩子唱歌给他听呢，那也是另类的浪漫。浪漫真的有、哦，你他想去吃这套，你帮去来，你也唱歌给你男朋友听，唔办嘛？那有迄个害啊！对啊，你要是安尼唱歌好听，说迄代表什么？希望不要有那么一天。是，对不？迄代表讲，为什么你去唱歌好听啊？你当作你想社工教诲师的对哦，无啦。那，假如说我不是红色是一级哦。红色一级啊，红色一级啊，然后我就请我的可以每天会客啊，对，我就请我的兄弟去叫传播啊，然后来有，你问到对了，有，曾经就是有这样子，嗯、比方说我会客，我无时间去，兄弟啊，放心，你即摆一级啊，我阿爸逐礼拜我拢叫无同款的小姐来跟你会客。嗯哦，钱开了，叫传播小姐菜给你赶去。我譬如讲，我给你一个直接花点钱，我叫你去，你去甲看我兄弟一下。哎、okay. 啊，小姐来给你为山为水，讲东讲西啦吼，真欢喜的。有啊，刚才有个人七头兄弟嘛，弄去站舞厅嘛。嗯。我讲喂，我准备来看呀吼。啊，你爱带一个姊妹来甲我看，你听有无吼？啊，我来看定的是我去，我来甲你捧场。这你都卖来，不要紧。哦、oh. ，你若靠靠帮手的老大，哎，大礼拜轮流去给你看。原来如此。哎呀，啊你伊都讲好势哦，比如讲班上阮某未来，你无来呢？你来看先哦，阮某若早别人看去，恁不得大着，恁不得大条啊 ？PK， 你尽量哦，卖好你阮某来。正经都爱听看完，你听有无？很好笑、哦，有啦。一个你讲传播小姐有啦，刚才是有叫一个传播小姐有去甲，去甲很难看。哎，开钱的啦，一定要啊！开钱的啦，我平白无故要看这個，看不会衰呢。真的？很难讲，我唔知影啦。古早人常讲一句话啦，无代志就莫行法院，这个原因你敢知有？法院行久，人间就换你啊！啊，所以尽量那种。去带着开的所在尽量莫去。你去参加人的上司，我下面人照进去，人拢会提迄个抹擦给你。抹擦是啥？开始去写的一些东西啦。啊，有啥物人讲啊？你去政府去进京的啦，吼、哦嗯。你都去殡仪馆去人迄个上司去进京的。原来是这样子啊、哦。所以人讲，迄、那个法院啦，无代志，人尽量莫去行法院。啊，你人来，你去看病，那是袂要紧啦。啊，你常常拢去来，你啊拢常常去看亲友。
你讲家己搞就算了，定定去看亲友，我唔知影啦。有人讲安尼先看过是无够偌好啦。啊，但阮来做寿星的心态无同款哦，拜托个，大家别记来搞阮看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来搞阮看，你搞阮看，阮就感觉足温暖呢。对。啊，老师你拍分数评比嘛，讲这人袂歹，不时就收着批，啊，不时就有人来甲回客，对你的假设有帮助无？伊拢讲有帮助，但是我家己个人感觉讲帮助无什么帮助啦。啊，伊拢讲这安尼。你要跟家属保持联络，才能跟社会接轨。已经假设肌肉就大了，其实根本不是，就是假设其实是关你层数，你的层数够了，时间到了自然就让你回去了。跟什么拿几张奖状，跟写多少信呐、啊，跟会哥多少，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可是，在里头的教诲是，就是会讲比较正面的啊，常常写信呐、啊，常常会客啦、啊。哦，多拿奖状啊，对你的假释有帮助啊？有没有帮助？只有我们受刑人自己知道。对，你就是关陈述，你啥时候拿五稿，时间搞到你登记啊？但是你万一有这个案子，有刚好是社会舆论就庞大的时阵，你刚好放了这个案，你就出不去了。暂时先抽一抽一搏，让你一直出不了外面。啊、哦，有上次有讲。对。比方说，最近枪支的问题比较严重，杀人的事情比较严重，那暴力犯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保假释了。嗯，啊，性侵犯这么严重啊，性侵犯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出去了。啊，本来性侵犯就不好保假释的啦。对，性侵犯几乎每个等级都差不多，有没关系啊？就会跟着时事在跑。对，就是阿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哈。阿良，今天你会客加强版的公告才结束。那要听更加特别的，咱下个礼拜见。下礼拜要换一只新的呀，哈、哦！期待再相会。会客加强版的广告才结束，期待下一集的。下一集干嘛？下一集的到来哦。会客加强篇，感谢 M 哥了，阿刘，阿刘会客。阿良，你在公告家，我们下个礼拜见，阿良好不好？再次再次，有点硬。几台再相会，可以。拜。哎，我呢？安尼。那我还想录一个那铁门关，然后你这样拜拜。啊，铁门关了也可以啊。阿良会客篇今天讲到这，今嘛铁门渐渐关来啊。那下礼拜再见哦，拜拜。阿良啊。是假啊，你知道好啦，好啦啦。那我有个问题，你上次说不能带那个露三点的杂志，那我会带上去，然后翻给你。不行。不行，露三点杂志不行，那都是违规的。好吧。而且人家也没那么难嘛，不像半瓦缸。啊，如果他露三点给他看，他不如让女朋友就穿低胸的。嗯。边会客就边一直东西按掉了，拖着这样，拖着下巴。一直捡东西。啊，对。啊，你干嘛还要你现场就可以给他看，你干嘛还要拿那个给他看干嘛？对。对呀、啊。哦，对，监狱也会有说会客不能带某些东西进去吗？不行，比如不能打火机啊、烟火之类的。当然不行啊， okay. 那个肯定不行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安娜，无先问啊。哦，要是我这几摆再做两集吧呢，还三集两集都好了哈。对，那我再筛选一下。还有吗？还没卡你啦。卡啦，我唔定卡，我咪你拍卡上。这寒人咁要开20度，哈。谁呀？是谁？好奇怪哦、喔，长记。我头先我应该穿那个背心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、啊，这胖阿雄这也加得起呗？这个要看剪辑师、哦。看剪辑师，你要给我，哎、啊，我偶包呢？噔、啊，好啦，休息会，要等来，要，不多要，要吃饭啦。好不好？那就卡了。卡卡。结束了，谢谢。这次没有。